先把这个螺丝、这个螺丝、这个螺丝，这里有个螺丝，然后这旁边呢，这个螺丝、这个螺丝，然后后面这一个螺丝、这一个螺丝。这个螺丝把它松掉，然后这个面板就可以把它抬起来了，然后拿个小木棍可以把它这样撑着。这是 USB 线嘛，这一根 USB 线，这根 USB 线都是连在这里的。是这一个，那可以抽的，直接插上的。然后这一边的话，这一边的话就是比口是在这里嘛，你把这机顶盖往这样拧开，这样把它拧松掉。然后这个面膜稍微湿一点点，然后撕到这里来，然后把这个螺丝，你给我拿着手机。另外一头在这边。